多謝大家。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就叫做《秦朝的愛情》，都係我作嘅。咁點解我會諗到呢個朝的愛情呢？咁秦朝嘅愛情又同現代嘅愛情有咩唔同呢？其實咧，我係當時睇咗一出嘅古裝嘅電視劇啦，就叫做《美月傳》。咁睇完之後咧，我就成個內心咧有好大嘅感受。之後咧就用音樂呢個語言咧，係將我嘅感受去表達出嚟。咁我作嘅時候咧，就好想作到一種好似皇朝啦，同埋皇帝咧嗰種嘅感覺。咁所以咧，亦都用咗一啲嘅作曲技巧去表達嘅。希望你哋中意啦，多謝。